家好，我是钟一秀，英文名字是 Janet Chong。 呀，从这个谢家凤的手中拿到这个重大的责任啊，真的是一个big shoe to fit in。这谢家凤为这个美男大专少年尽心尽力，也为了30多年啊，从这个奖学金而言的话呢，从刚开始一两个，一直到现在有34个，谢谢前任30多位的理事长跟会长大家的努力。你现在刚才发现啊，我们刚卸任的第二副会长，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责任，都有事情做。哎，我这是稍微比较没什么事做，可是，一接到前任理事长黄初平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还在新墨西哥州拍那个《沙丘鹤》。实在是很还是接下了这个重大的责任。美男大专少年呢，在 Houston 的社区里面是奖学金送出去最多，活动也是最多的。然后他的组织呢也是非常的强大。那我们有第一副会长，还有5位第二副长的。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会为大家一起继续的服务下去啊。我现在要介绍我们的新的团队。第一副会长呢是徐小林，徐小林呢他是在奖学金 investment 的 committee 里面做了很多的事，对了美男大专少年呢也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他在加州参加婚礼，所以没办法到达。那第二副会长继续留任下来的是李丽颖。李颖呢他也在欧洲玩还没回来，不过很谢谢他继续留任啊。那王梦雨就他继续留下来做第二副会长。还有邓小林继续留任。那我们有2位新的非常能干的第二副会长，就是我们的 MC 杨嘉玲，非常谢谢你哦。还有另外一位呢是许建斌，许建斌是淡江大学的会长，他也是 all town， 所以呢，我希望在我们非常强大的第一副会长、第二副会长去为大家服务。你们有些什么要求，我们尽量帮忙。好，我们对哈，还有我们的 officer， 这个 officer 呢，我们很荣幸啊，这个。我们的财务林寻继续留任，非常谢谢你，呵呵，继续努力。美男大专少年的财务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还有我们的公关何有进，他继续留下来，非常谢谢他。我们活动多，每次活动出来呢他就要忙了，真的是不容易的事。那今年呢我们有新的秘书，这个是休斯顿啊最有经验最能干最美丽的秘书何一舟呢在双十国庆今年跟去年做了秘书，然后呢美男旅馆工会也是秘书，好像还有很多也是当秘书，非常称职好，我们希望我们在将来那一年呢能够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只能尽我们的能力做啊。好，
谢谢大家，谢谢，也恭喜钟怡秀，请这一个美丽的梁子军队伍一起合照一张。